或者有中文的吗？有中文的，也准备中文的歌曲。中国の歌はあればないんですよね。でも、はい、拜寿吧。是。いや、普通に歌を披露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話だったので。今はあれなのなんですけど、今その中国語のちょっと歌を中国語で歌えるように特訓しよ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るところです。ちょうど。他说，就是现在还不太会唱中文歌，然后现在也正在练习中。那我们让他唱一段英文的或者日语歌，可不可以？好啊，好啊，好啊。英語所以大家有口福了啊。英語か日本語の歌はどっちでもい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っと歌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あ、じゃあまたレディーガガ。あ、レディーガガ。OK。I'm beautiful in my way, good God makes no mistakes.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Shola or Orient mad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his way. 非常棒啊，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中国的舞台上听到你的歌声，更美妙的歌声。OK， 所以我的问题这部分基本已经结束了。那么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重田杏梨小姐的这个见面会。那么也很感谢大家一会儿都有机会跟重田小姐近距离的合影。我们的北京迷笛音响馆也会在40秒之内为大家把自己的照片打出来。然后呢，现在轮到大家提第二个问题了，也是现场的仅有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两个男生举手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先这样吧，两个问题吧。既然你们俩举手了，一人一个吧，好吧？来，请这个男生进来。就一般都在电脑里边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作品。那我现在想非常感兴趣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假设，如果现在的主持人是一个男优，是一个男演员，谢谢你夸奖啊。就是姓李，姓李还有夸奖，说他们怎么去想什么样的剧情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名字会更有爆点，会更有人去有于创作。我想问到姓李还有导演。行，这段可以回答，但是不能播啊。もし司会者は男優さんで、で、どんなシーンとか考えますか？この V の撮影の話にはなるんですけど、どんなテーマにしたらもっと目が引くと思いますかっていう話。彼とも作品を作った場合ですか？そうです。ドラマ仕立てにして。ちょっとアクションありのアクションクンフーありのやつで最終的に初めは私が行くのに最終的には私が彼に襲われちゃう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ストーリー。他说如果要是跟主持人拍的话，那肯定会拍那种有点像就是怎么说呢？偶像剧不能说偶像剧啊，像电视剧那种有剧情的，有剧情的，但是肯定要加一些功夫，这样子。然后他说来到中国，所以有这个对对对，加一些功夫。然后他是比如说他去找你，就是比如说比功夫，然后最后被你制服这样的剧情。啊，这个桥段还蛮好的，好问题，好问题，还是不能播啊。来，我们第二个男生。想问一下，就是去年小姐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你是想问自己有没有机会？OK。来ましたね。男性のタイプは？男性のタイプ。自分みたいな人はチャンスありますか？私見た目の制限がないので、得意なことが一個でもあればそこに惚れたりします。私。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男生不太懂，就是说一般女生，她的回答也是这样，一般女生都不太看男生相貌的。但是这个男生要有一个地方是特别的精，就是比如说有一门手艺啊，就是要有一个特长，有专长。对对对，然后女人经常会被那种就是比如说做这件事的时候那认真的表情啊，或者是坚持的那种精神啊所吸引。哦，そうです。原来是这样，明白了吧？所以要专长一个东西，对对。好的，那接下来也请这两位我们现场的这个好朋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去领取我们的这个奖品。那我们同时也把这个现场的奖品，我们的万能冰膜送一份送到这个重田杏梨小姐的手上来。哎，なんですか？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哇，嬉しい。Thank you。可以试一下。